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探讨这个11讲第九章国际金融市场。那么这一讲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业内的专家黄云贵老师来跟各位同学共同学习跟分享。好，请黄老师。刘老师好，各位同学大家好，然后很高兴能够来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金融市场。那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个国际金融市场的这一部分。好，谢谢这个黄老师哈。那么有关于这一讲的这个单点目标哦，有三项。那么第一项呢，我们是了解这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操作模式。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了解欧洲美元市场的运作模式。第三个，我们来了解亚洲美元市场运作模式。好，我们总共可以分个7个单点来给同学做一个介绍。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给同学介绍说国际金融的认识。那么，国际金融认识当中，当然国际金融是指跨国资金的这个交易。所以在这里先给各位同学了解说，它跟境外金融中心是不一样的。因为国际金融它涉及是说境内对境外或境外对境内它是 inside to outside。那么境外金融中心它完全是境外对境外outside to outside，所以它是以外国货币为交易的媒介，以外国的客户为营业这个对象，所以在观上我们要了解一下。那么这里说国际金融呢，那么有几个我们这个重要的问题。有几项问题，我们要再了解。有四项问题，第一个国际货币认定的问题。那么国际货币这个产生问题的，当然各位同学可以理解说，你当你国际金融嘛，涉及国跟国之间这个对外，应该要有世界的中心呢来发行国际的货币，然后这些货币呢，当然呢是属于国际的世界的中央银行这个负债，那么由各国国民。政府所愿意持有的货币资产，但是目前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世界银行，所以我们所用的货币都是以国家的货币。当然，这个国家货币要作为大家共同接受的，必须它接受程度高的叫强势货币，接受程度低的就是弱势的货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选择哪些值得我们去采用这个强势货币，像当今的英镑啦、美元啦、日元啦、欧元等等。那么第二个是国际收支的失衡的问题，因为目前在国际间呢，因为它没有世界这个银行所发行这个国际货币，所以我们都用这个强势货币，所以一般国家的这个国家货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基于它经济的一个考量，所以汇价常常有高估跟低估这个现象。造成也就是进出口结构的这个失衡或变化，而形成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外汇汇率波动的问题，因为现在有180个主权独立国家吧，象征就有182种货币，因为货币是代表一个国家主权这个象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涉及到一个汇率的问题啊。现在因为各国都实施多数啊机动的这个汇率，这浮动的汇率，那么汇率的这个波动跟不稳定，也会造成未来国际金融的不稳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来源。那么在第四个，也就一般所讲国际资金融通的问题。因为坦白讲，国际金融它包括有国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还有这个外汇市场、衍生性市场等等。那么这些涉及庞大资金这种融通问题，而且现在我们要用这些这个国家的货币，也就一般所讲强势的货币，它涉及是一个分配不均的问题，而且呢，这些发行国家的经济跟金融也会影响到这些发行国的国家货币的一个波动，甚至也会影响到贸易对手国的国内经济跟金融的不稳定，而形成我们一般最严重的流动性的问题。像过去整个金融的这个不安定，我想美金的过多跟美金的不足所造成金融的波动呢，我想也是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再来我们讲第二个是说，国际的这个金融市场，那么国际这个金融市场当然是指说国际资金融通的市场。那讲白一点，说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企业的、个人，在国际
专业机构进行资金融通的这个市场。那么国际金融市场呢，所以它形成的要件有两个，那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一般所讲的要专业的金融的这个机构作为桥梁，像如英商的汇丰银行、美商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银行等等。那么第二个，那么必须要有国际金融中心，像现在有这个纽约啦、伦敦啦、东京啦、香港啦、新加坡啦、上海啦、台北等，这些呢，我们都作为这个国际的这个金融中心。那么在这种情况，给同学一个理解说，一般国际金融市场为什么会形成？它最主要的原因呢，绝对不会超这四个。第一个，完全是国际的贸易。第二个是国际的投资，第三个是国际的筹资，因为现在都全球化。第四个是国际的游资，所以这个游资也在国际间的这个流窜，也会造成整个国际金融动荡不安的关键来源。因为游资它的用途、投资对象都没有明确，而且它追求是短期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干扰到各国的一些金融稳定。所以刚才给各位同学了解说，因为现在我们又没有一个国际的货币，所以我们都用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涉及到这个汇价的高低估，所造成国际收支平衡表这个失衡，那么形成呢，这个国际金融风暴的一个隐藏性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一点当你在做国际性的理财跟调度时，也必须加以去把这些风险考虑在国际之间这个调度跟管理方面。那么再来，我们再讲说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业务。那么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呢，到底涵盖哪些？那我们请这个黄老师呢，给同学做一个介绍哈，请。好的，关于国际金融中心所经营的这个业务，那我们可以分成这个五大业务来跟同学说明。第一个是存款业务，这个就是说国际金融中心它吸收各种通货的这个外汇存款，还有发行各种通货的这些可转让定存单来筹措资金，这是就是它的这个存款业务。第二个业务是放款业务，那国际金融中心它从各地所吸收过来的这些存款资金，发行定存单所筹措的这些资金，他用这个直接贷放的方式来贷放给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大型企业、跨国级的企业，或者是各国的政府，那这个是他的这个放款业务。那第三个业务是债券包销承销业务，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他对于他的客户要来筹措资金，如果是用这个债券的这个方式来筹措的时候，他可以给他来建议，那同时担任他这个债券的承销报销的这个任务，那使得他这个债券能够快速的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来流通来分配。第四个是业务是汇票承兑以及同业拆款的业务，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他可以对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些往来的这个同业，他所签发的这个汇票来给予承兑，承兑完了以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面用贴现的方式来跟他卖掉，来筹措到资金。那同时，他可以用那个国外同业来拆放出来的这个资金，用这个方式，他也可以来筹措到这个他的资金。那第五个业务是外汇交易业务。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他可以来担任这个客户的这个外汇交易的这个代理，或者是为本身为自己来做这个外汇的交易。那他这个外汇交易会包括到集体的交易、换汇的交易以及远期的交易。好，谢谢这个黄老师哈。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可以了解说，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业务它还是以存换款业务为主，它跟国内的银行哈还是一样，但是它的客户啊是以外国客户。币别是以外国这个货币，而且为什么它以债券为很重要的业务？因为它也必须筹措一些中长期的这个资金。早期的国际金融呢，一般都偏重在这个短期，但随着这个业务上这个需求已经慢慢变为比较这个长期。
那么再来，为什么会有汇票这个单点？因为国际贸易非常盛行，那么它所产生这个信用状呢，当中的汇票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汇款的这个工具，所以呢，国际金融中心就利用这样一个特色来发展它的业务的一个特点，来增加它的竞争力，强化它的这个获利的这个能力。那么外汇市场当然是国际金融最重要一个外汇这个交易，尤其像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外汇市场，每天成交大概美金都有3-4兆元之多，当中的国际金融中心呢扮演的角色业务就非常的吃重，因为这样它才有办法来增加也国际专业金融机构这个竞争力跟获利这个能力。那么再来，我们进一步给同学了解说，那么这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它的资金的贷放方式为何？那我们请黄老师来给同学做一个介绍哈，请。好的，那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说明说，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放款业务。那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专业金融机构，它贷放方式到底怎么样呢？它基本上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直接贷放，那这个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它将吸收来的这个存款资金，发行可转让定存单所得到的这些资金，用直接拨放给这个借款人的方式，把他的资金跟他贷放出去，这个我们称为叫做直接的贷放。那另外一个方式，它是用间接贷放的方式。那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以包销或者是承销的方式来帮这个客户来承销这个债券，帮客户取得这个资金，或者是另外一个用保证的方式来帮这个客户来取得资金。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并没有直接拨贷放款，那这种方式就是一个间接贷放的一个方式。好，谢谢这个黄老师哈。那么所以说有关这个专业金融机构，它的这个作业跟国内也是一样，所以有关这个汇率的这个风险呢，以及信用这个评估的，比国内这个银行来的更严苛，那么更为专业性。好，那么在我们讲这个第四个国际金融市场的这个发展，那么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当中呢，我们最主要分的四个层次，第一个是欧洲美元的这个市场，那么第二是欧洲通货的这个市场，第三个亚洲美元市场，第四个亚洲通货市场。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以这个欧元跟这个亚元来作为一个先的探讨？因为这两个的这个市场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这个形成呢，有一定的影响跟这个作用。也就当今国际金融市场这么样的蓬勃发展，完全是由这两个的一个市场所创造出来这种成果，然后使国际间的这个资金呢，因为有这样一个运作模式这个参考，那么形成呢当前国际金融这样的一个兴盛的一个来源。好，首先我们讲第五个欧洲的美元市场。那么这个欧洲美元市场呢，那我们首先先讲第一个欧洲美元的意义，欧洲美元的意义。那么这个欧洲美元的意义呢，当然呢，它有两个特色。第一个，要以美元表示的存款负债，第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这个前提是存放于美国境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所以这个地方给各位同学了解说，欧洲美元它也是欧洲通货的一种，是存放于美国境外银行的美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各位同学要去了解哦，现在我们所讲的欧洲不是地理上的欧洲，而是指境外，是境外的这个美元，所以这个观念上的同学要了解一下，它是以境外的，境外的。那么再讲第二是说，欧洲美元市场意义该形成。那么欧洲美元的这个市场，就是说以欧洲美元为交易这个市场，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时候的欧洲的这个美元其实它是属于所有的通货，但是因为都以美元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是以欧洲美元这个观念来形成。那么至于它形成的理由呢，那个最重要是一个政治的因素，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么共产国家像苏联啦、中国啦，他怕这个因为这个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存在美国的境内的这个银行的这个美元存款会被冻结，所以他们纷纷的
把这种美国境内的这个美元存款转移到欧洲，哦，转移到欧洲，如法国的欧洲银行，所以才有这种欧洲美元的这个称呼。所以欧洲美元说不是说一定要放在这个欧洲，哦，它只是一个称呼，也是一个境外美元。所以这个观念上了解一下，就像说欧洲日元，哦，它是存放在日本，啊，日本。这个境外金融中心的这个啊的一种日币的这个存款，而不是说存在欧洲的这个日元，好，所以这观念上我们都要了解一下。那么再来我们讲这个第三个欧洲美元市场的交易。那么欧洲美元当然它要追求这个获利这个来源，因为它吸收人家存款要给人家利息，所以它也要寻找资金的这个出路。所以它有关这个资金的这个应用也必须要有所去这个加以去配置。那么欧洲美元市场这个交易分的几个，第一个欧洲美元的存贷的这个操作。那么通常呢，欧洲美元的这个存款呢都比较短，所以他们为了获取一些比较长期稳定的，他们发行一些可转让定存单，也就是以欧洲美，也就是以美元为计价所发行的这个可转让定存单。所以这个可转让定存单对于这个欧洲美元的这个投资也是具有很关键的一个来源。那么第二个呢，银行同业的欧洲美元的拆换的这个操作，因为在整个资金的调度过程当中，当然同业之间也必须做一个资金的一个调度，一个调度。那么第三个呢，欧洲美元商业本票的发行跟流通，它是以货币市场的一个运作，是一般厂商短期资金的一个一般所筹资一个管道。然后第四个的欧洲美元的这个债券发行跟流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位同学了解说，欧洲美元市场其实涵盖一样，有欧洲的货币市场，如商业本票，那么可转让定期存单，还有存贷，还有欧洲的这个资本市场，欧洲美元的资本市场，好像一般所讲的公债的这个发行跟流通等等，所以这个观念同学都要理解一下。好，那么再讲第四个，说欧洲美元市场这个操作，当然欧洲美元一般所讲在换款方面，换款方面还是一样，它是以全球的这个营业为这个对象，所以我们所讲的欧洲美元呢，它的资金呢是在全球，例如呢，在美国境内美元存款利率如果比较高，那么在这个欧洲的这个美元的利率比较低，那么在美国呢，它就可以发行欧洲美元的这个存款这个可转让定存单，那么所获得这个资金呢，拿到国内的这个利用，所以现在的欧洲美元、亚洲美元以及其他的这个市场的资金已经可以说串通起来，也就是说。国际现在这个投资客、投机客或资金这个管理者、资金的管理者，可以透这个市场上一个资金这个变动呢，来做一个妥善的一个资金一个调度应用。那么再来说有关这个存款跟筹资方面也是一样，因为欧洲美元存款通常比较是短期，但是还是因为现在的银行要竞争，所以在整个换款呢到十年以上都有，所以他们在筹资方面也都流行。发行一些比较长期的可转让定期存单这个方式，来加这个运转等等。好，因为时间呢，我们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在我们讲第六个欧洲的这个通货市场，那么欧洲这个通货市场其实它也是属于这个欧洲美元的一种。其实欧洲通货市场就等于欧洲美元市场，有这么一个称呼。那么至于有关这个欧洲通货市场这个详细情形呢，那么内容呢，我们请黄老师给同学做一个介绍，好，请。好的，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欧洲通货市场的这个意义。它这个是指一个进行境外通货交易的一个场所，它是包括一个本国的银行、外国银行的这些分行，它所进行的以外币交易为对象，以境外居民为交易对象的一个场所，这个是欧洲通货市场。那这个欧洲通货市场它的交易形态会有哪些呢？那首先来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形态是欧洲通货的存贷市场，这里面包括两个，一个是存款市场，一个是贷放市场。欧洲的这个存单市场里面，它的这个形式会随着利率的不同而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定存单出现。
第一个就是固定利率的可转让定期存单，第二个是浮动利率的可转让定期存单，那另外一个是欧洲的通货的这个代放市场，那欧洲通货代放市场是指着，借块金融中心，它将自己的资金用自行代放的方式，或者是用连带的方式，把它代放给这个借款人。那这种市场我们称之为欧洲通货的这个代放市场。那第二种这个主要的形态是欧洲通货银行间的这个拆放市场。那这个是借块金融中心，它利用这个金融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这个方式，大家互补有无、互通有无、互相融通这个方式来拆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称它为叫做银行间的这个拆放市场。那第三个形态是欧洲通货的债券市场，那这个是指着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这个有很多必须要筹措中长期资金，必须要发行债券的。那在这个债券里面发行买卖的这个场所，我们称它为叫做欧洲的这个通货债券市场。欧洲通货债券的这个种类，它有包括的这下面这个四大类。第一大类是固定利率的债券跟可转换的债券。那固定利率债券是指说它这个发行的时候它的利率是固定的。那这个可转换债券是它发行的时候基本上利率也是固定的，但是它有一个可转换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成熟了以后，持有人他可以来转换为这个发行者的这个普通股。第二类的债券是浮动利率债券，那这个是指说它发行的时候，它这个利率是用浮动的方式来设计的。例如说用三个月的这个 LIBOR 每三个月来定期浮动一次的，那这个是一个浮动利率债券。第三类是折价发行的债券，那这个债券它在发行的时候，它发行时候的这个利率比这个市场利率还要低，这个时候为了要补偿投资人的损失，他就用这个折价的这个方式来发行，那这个是属于一种折价发行的债券。第四大类是混合型的这个欧洲通货债券，那这个是有包含的这个几个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第一个币所最低的这个浮动利率债券，第二个是可转换的这个浮动利率债券，第三个是地缘交割的这个债券，第四个是可转换的股权欧洲通货债券，第五个是可转换币别的欧洲通货债券。那这个债券在借块金融中心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业务。那这个一般大家在买卖债券的时候，都比较不容易去判断它的风险，所以通常这个债券都会进行这个平等。那接着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明说，这个欧洲债券它的这个平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平等的。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平等的意义。那这个平等的意思就是对于这个企业，对于这个发行人，他的这个偿债能力，他的信用来进行评比，那再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符号把它表现出来，使得这个投资人很容易就来看出说他这个债券的这个风险程度到底怎么样，这是一般平等的这个意义所在的地方。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等机构。现在目前最著名的平等机构就是包括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还有这个我们台湾有这个中华信评，这一些这个平等机构。那各平等机构它这些平等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用这个标准普尔跟这个穆迪的来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第一个，投资等级的一般就是在三个 B 减以上的，这个称为投资等级。那投机等级是在两个 B 加以下的，这个称为投机等级。那这个投机等级里面更低的这一部分，在 CC 级以下的，这个我们称它为叫做垃圾等级。那在这个平等里面，通常都还会有一个加号跟这个符号，它是代表什么？加号就代表说它这个平等有可能被这个往上调的这个希望。那如果是负号的话，表示说它这个等级可能这个随时大概都会被有这个往下调的这个空间。那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说这个欧洲债券它这个交易的模式。那欧洲债券的这个在初级市场上的交易大致都是这样子，它都会以数家的这个银行来共同发行，然后以其中的一家或者少数的几家来作为这个带头的这个银行来负责跟这个发行人来沟通一些相关的一些发行的这个条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发行，它的期限大概都是在15年左右。那从这个一家一直到最后，大概是有5个星期左右。那
再来第二个方式是这个刺激市场交易的方式，那这个债券发行了以后就必须要在这个市场这边交易，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刺激市场的一个交易。那刺激市场交易大部分都是在世界上两个很大的这个机构里面进行交割，一个就是欧洲的清算系统，那另外一个就是国际的证券交割结算公司。啊，谢谢这个黄老师，所以各位同学可以理解说，有关这个欧洲美元的这个债券发行，它最主要两个目的，为了规避这个利率风险，所以它创造很多可以规避利率风险的这些的这个债券，好像可转换的这个公司债券的。另外，为了规避这个汇率这个风险，所以它也创造可转换币别这个债券。也就是说，欧洲这个通货市场所开发的这个债券呢，它完全是基于利率风险跟汇兑风险这个规避所设计出来一些比较有保障的。那么刚才黄老师所讲说有关这个信用平等呢，在理论上比较严谨一点，三个 B 以上都属于比较投资型的，然后三个 B minus 的话以下大概都属于这个投机型，甚至更严谨的都把它归为这个垃圾型这个债券，因为这些债券的风险性很大，当然报酬性也很高，所以说你要做这样一个买卖，你必须先评估到底你能够承担多少个这个风险，所以这个观念上同时要了解一下。那么再来我们看第七个亚洲美元的这个市场。那么这个亚洲美元市场当首先第一个叫亚洲美元，那么这个亚洲美元一般我们在实务上也会狭义跟广义，那狭义的话就是说在新加坡各银行的美元的存款我们叫做亚洲美元，如果广义的话是指在亚洲各银行所这个拥有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存款叫做亚洲美元。那么再来的亚洲美元市场也是一样有狭义的跟广义的，如果在狭义是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这个美元的交易市场，我们叫做这个亚元的美元市场。那么如果说以亚洲像这为中心的这个美元交易市场，好像新加坡啦、香港啦、东京啦、上海啦、台北，那么等地的美元的市场，我们叫做美元的这个市场。那么再第三个是说亚洲美元市场这个形成，当然一个市场这个形成，它一定有它的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个亚洲美元的这个现象有三个，第一个就历史背景，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 city country 城市的这个国家，当然它也必须的追求生存，尤其脱离了这个马来西亚要独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当然最有用的当然是金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这么一个诱因，当然呢它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第二个一般是就地理环境，因为新加坡位置刚很适中，跟全球各地的这个市场都可以有超两小时的这个时差，跟伦敦的超过六个多小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很自然的扮演国际间各国中央银行或大企业资金调度一个非常好一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政治经济，我刚才讲到新加坡是一个 city country 这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它必须有生存，而且它以华人为主啊，华人在世界各地也是拥有一定的这个实力，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必须这个有这个一个条件。那么再来欧亚洲通货市场形成当然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所讲的亚洲通货市场除了这亚洲美元、英镑，还有其他的欧元等等都有当然呢，一般的这个亚洲美元，当然对整个全世界的，当然也影响非常深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谢谢黄老师，谢谢刘老师，各位同学再见。